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大爱一线观。这是我们背部我们往前看我们的肌肉群也就是在腹部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就是这样子圆滚滚的。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八块肌那只是因为外面的这个地方以及肌肉本身它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样的一个锻炼的关系所以使得这个原来有的潜力就已经消失掉。那我们如果再把这个八块肌腹肌底下看的时候，你看还有不同走向的这样的一个肌肉，有的是斜，像这个是斜走向的，这个是横的走向的。那么这样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让我们的一个腹腔能够得到一个好的一个保护才能让我们肚子里面的这些内容物能够安心的发挥它的功能肠胃系统才能够吸收我们所需要的养分，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新陈代谢维护身体的一个健康。所以你看从里到外，我们身上各个不同的器官之间，它能够好好的协调的这个运作，是我们能够得到健康的一个不二法门非常重要的。如果彼此之间有互相的对抗那还得了这个呼吸跟这个肠胃系统对抗的一个结果，可能呛到了，可能造成败血症等等的一些问题就会产生出来。所以整个运作的和谐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想象看各个细胞，其实每一个细胞看起来都有它共同点，就是这个细胞核里面有我们的遗传的密码，也就是染色体，染色体里面有 DNA 双螺旋的一个结构把我们每个细胞该担负的一个这个责任它的一个标准作业程序它都烙印在这样的一个无字天书里面。所以每个细胞，肠胃道的细胞就知道我该做什么事情，我要分泌黏膜的保护黏膜的这个胃液它就做这个事情它绝对不会变成我去这个变成皮肤的细胞来分泌油脂这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看这个能够达到这样和谐的效果，我们要非常感恩所以要珍惜健康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好。这个其实看到这个 DNA 的结构的时候，我们现在这个医学上也比较能够去了解我们跟其他动物之间的一个关系譬如说，你说跟我们近亲之类的猴子好了，它跟我们 DNA 的相似度是多少？97%97%非常恐怖的数字意思我们跟它真的是堂兄弟、表兄弟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怪不得大家可以看到猴子跟人的一个习性他们也把它赋予了很多这个学习它上的意义你教猴子，猴子教小猴子，其实主要也是在教人什么样的情形这个到底表达的是什么？不要看，不要说，不要听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地点在哪里？这一定是在中国不是，这地点是在东照宫在日本的地方因为德川家康的一个关系他对受佛这个儒家的一个影响，儒教的一个影响非常深所以也希望这样的一个教化民心的一个作用，不只是用嘴巴讲的，用雕刻、用猴子也可以来示教，以身示教的那样的一个状况。好，提到德川家康当时战国群雄的时代，他最后能够最后赢得天下一统这是不容易的。譬如说有人就形容这三个这个当时的这个群雄其中三个很强的一个人物他们的一个态度是有什么不一样，他的个性有什么不一样。譬如说杜鹃鸟不啼的时候你要做什么样的动作，如果问这三个人好，他有什么样的回答？这个是织田信长，这武功很强的，个性很急的。好，杜鹃鸟不啼，那你该怎么办？他说杜鹃不啼威之以武抓来痛打一顿他自然就会啼了。所以你看武将还是有他的暴躁的那一面。好，另外一个谋略家这个丰臣秀吉他讲说杜鹃不啼设法诱之
想办法派一只什么其他的鸟来这个诱导它啦，或者用什么样的东西啊？所以策略家就是丰臣秀吉。好，德川家康的他这个杜鹃不啼的时候该怎么办？他说待之可疑啊，你就等吧，总会啼的。所以你看看人啊，我们到底用什么样的态度啊？是要把他痛打一顿啊，还是要诱导他，还是你培养你的耐心，自然就会等到了。很多事情不要太急啊，也可能是让我们学习。好，提到德川家康啊，那个时代他有人进贡给他送了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啊当然就是做代表，像这样的东西啊，他以为这是什么，拿起来要吃啊，以为是可以吃的肥皂啊。所以表示肥皂在那个时代很难想象的事情啊，不只是东方这样子啊，在西方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啊，这个肥皂，大家想她这么爱漂亮啊，她一个月只洗一次澡，一个月洗一次澡，这个应该把她肖像挂在浴室啊，我们可以节约能源，节省啊。好，她为什么那时候那样的一个状况？最主要因为取得不容易啊，因为肥皂这个东西啊，虽然很早以前就有，这是好像从灰进这个地方就有可以清洁的一个功能，但是后来慢慢的研发出这样的一个东西以后，可以做清洁洗涤的一个作用的时候，在英国、在1712年开始啊，觉得这个是奢侈，所以给它征奢侈税啊，肥皂征奢侈税啊，征了150年。所以你看看人类历史能够这样子、把身体弄干净，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好，提到肥皂，医疗上啊，我们也会用它做这样的事情，泡肥皂水，肥皂水然后放到肠子里面去，直肠去的时候，给他做清洁的一个动作，意思就是说，譬如说有些时候，这个便秘啊，这个情形的时候，第一个，可以给他做清肠的这个动作；第二个，有时候这个要开刀要准备的一个过程中，也可以用这个东西啊来洗净，同时有点点局部温和的刺激的作用，把我们的这个里面的脏东西可以给他清掉。好，提到大肠，一个70几岁的一个男性病人，他就是肚子啊有点胀。痛，然后有血便，他因为以前就有这个痔疮的关系啊，所以也不以为意啊。不过这个肚子胀的情形越来越严重啊，所以还是请医师看一下，给他做了大肠镜的检查，可以看得到这个大肠镜进去啊，你看这个关关卡卡，这是我们大肠本身有的那样的一个这个好像一个曲线啊。然后请大家注意，他有一些凸起的这个情形啊，这是息肉啊，所以他的息肉啊非常多。这里也是息肉啊，那他还想说这个息肉看起来比刚刚那个大很多，那定非善类啊，其实未必啊，这个还是外观长相是可以做判定，但是不是唯一的一个标准啊，还是得做病理的切片检查。所以这个肠胃科的医师啊，有特别做病理的切片检查以后，发现他问题点其实不是刚刚那些地方，是在往深部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管径啊已经变小了，然后这里又有点出血的那个样子啊，然后这里的这个整个黏膜那种感觉、就不像刚刚看到那个是有弹性的感觉，这是一片啊，好像硬邦邦的，受到肿瘤的侵犯的一个影响，所以肿瘤是在这里啊。然后再往底下看的时候这个一样在这一片的一个地方啊，又有点出血的情形，看起来有点恐怖的这个状况、所以诊断这个地方给他做切片检查，大肠癌。所以息肉是有很多个没有错，但是有问题的息肉它的点是在哪里啊？是在这里，这个是在哪里？这是肝脏的地方啊。所以我们从这里切的时候，这个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的大肠，这个位置的大肠。所以这个位置的大肠，它肿瘤在这个位置啊。所以肿瘤在这个位置就会造成它的一个阻塞，阻塞的结果、变成肠胃道就呈现胀痛的一个状况啊。还好知道诊断，这个治疗并不困难，不过预防还是更重要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大肠这个地方啊还是需要里面有东西，然后时时的这个让这个肌肉薄薄的肌肉有机会去运动，把这个内容物粪便往外排啊。你如果不吃蔬菜水果，不吃纤维，不吃饭的话，这个很难的，肉吃一大堆的时候，这个没有东西的时候，便秘它当然会产生出来，毒素长久它就会刺激啊，所以还是要多吃素食啊。好，肥皂啊，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情形啊，还是要清洁身体啊，但是不要过度。感谢收看。